二十平新城屋重整格局后，拥抱宽敞大客厅与梦想中岛吧台，精准拿捏比例，让小空间规划三房也不显压迫。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我们会先介绍设计师如何扩充居家收纳却不影响空间感，接着解析中岛吧台与备餐柜的设计，最后描绘清爽舒适的北欧风格。重整破碎的格局，玄关鞋柜以嵌入式设计创造平整的收纳空间，地平铺成花砖更衬白色柜体，轻松界定出落城区，搭配室内浅色超耐磨茉莉白与大面积留白，让空间更显轻盈。另一侧收纳柜规划于侧边，保留玄关开阔的视野，以减少客厅区的柜体，让二十一平住宅也能拥抱舒适大客厅。设计师特别在开放式厅区打造中岛吧台，让喜爱烘焙的女主人拥有自己的舒适天地。深色备餐柜让视觉退后，营造沉稳坚实，并运用玻璃门片营造视觉穿透，与中岛白色大面积台面相称，减低厚重感。三盏艺术金属吊灯，整体塑造现代利落风貌。小孩房则灰色几何，让简约北欧设计带点童趣。女孩房的淡粉搭配繁星，全是孩子最爱的活泼风格。卫浴墙面延续花砖元素，完整诠释现代北欧感，契合空间规划工作室和梦洁与张修炫设计师重新分配二十一平住宅格局，以顶天柜体补足收纳并升级餐厨机能，营造宽敞舒适的三房北欧宅。